这张作品要表现也就是说现在的人都非常的忙碌，然后都可以停下来好好的沉思，看看窗外的景色，看看外面的人事物，好好的想一想，听一听。这个植物呢，是之前我去山东的时候，我觉得他们家家户户都会种这样子的一个植物，我觉得很有趣，配上比较旧的一些窗栏，然后就倚靠在栏边，然后可以多看多听，所以这张作品叫停看听。然后还有一只他的小狗陪着他呢，一起在这边看着人事物，